清明节早安。妈，我回家。很帅，太高头。对，没想到这么的真实啦。妈，我又进来啦。这个节目叫老少女，我看到的是小少女。好犹豫啊，到底要跟谁去？跟我。那天要穿农用 T 恤的时候，我想今天应该不好过了。哦，好好用哦，妹姐，让出文拿啦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来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。我们应该今天不用下来吧？那不用啦。结果下一秒，会自己开始想象我可以做一些什么，去帮助到一些人。我觉得整个氛围还蛮好的，大家在快乐的情况下构思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所以录这个节目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